延续购物节的精神，瞄准女性带来的购物力，台中市政府举办了女力购的活动，每月抽出轿车和钻戒，首位幸运得主也诞生了。这是由经发局主办的2020台中女力购，除了有价值30,000元的钻戒，还有500,000的时尚轿车。民众只要在 APP 登录台中店家消费的发票，就有机会中奖。另外还有天天抽、周周抽、双周抽，上百样丰富的大奖，要带动台中的消费力。台北市市长办公室。